哇，这个早上还挺好吃的，大家不介意要吃点水果吧？欢迎我们家阿罗莎，房间有多少人不能看，但是房间有多少这个贵宾能看，贵宾就是在斗鱼上消费过的。谢谢我们家老朋友用户6844大哥的88组大 G，吃猪肘子也行，猪肘子什么梗？吃。谢谢大家理解啊，喊一个晚上，包括中午还要播，晚上还要播，对嗓子压力特别大。有时候这个喝着水就感觉那个水，写073打个大气，有点涩啊，喝多了水就有点涩啊，吃个水果稍微的调整一下，写073打个大气。直播间还差大气66和一个火箭的超凡燃任务，有条件的小哥大家可以用超很难的任务支持笑笑哦。吃点泥鳅吃，吗？欢迎仙人指路光临直播间。吃。哎，退炮、摆炮、瞄狙、瞄马、瞄敌，像退，同时这个级看能不能转成雷公炮、架中炮的旗，还剩3000个大气了。呀，感谢我们家善良大哥的500组大气。嗯，帅呆了！感谢我们家善良哥的500组大气，感谢我们易水寒小哥哥的大气支持。哎，退炮这步棋思路很清晰啊，照着对方的这个车就揍。啊，你要怎么应接？哎，把车摆了。对面把车摆了，我这个棋在上嘛，啊，象未马，进可攻，退可守，对方可能会选择飞个象，啊，来阻止我方继续进马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我方可能会双马连环继续冲兵啊，一个想法，或者直接先拱兵啊，在这个棋走成雷公炮的走法了。好，这个棋对方把车走开了，我这个棋就不要车二炮二平气了啊，选择雷公炮啊，这个棋也是我们这个退炮的一个变化之一啊。这样的话，这个棋看看从中路互相攻击一下。欢迎索儿叔叔，主播下的真好，谢谢用户874大哥的认可。我们不仅下的好，大家之所以觉得笑下的好，是因为笑讲的好。哎，这个能够让我们各个层次的这个朋友都能听得明白。嗯，大家觉得下得好，其实是笑讲得非常优秀。牛皮不是吹的，火车不是推的。虽然笑在主播里边不是下棋最好的，吃但是吹牛皮是最能吹的。吃。哈哈哈！哎，对方一拱，我方一上马，这一上马废废一废废，对方不是废了吗？对方要是再上马，我还能继续再上马。对面整个这个棋左翼的子还没出来，那么对方如果打的话，我必是飞象。哎，如果让管理员给你禁言，你就永久发不了言了。嗯，这个站外的朋友一旦禁言，就再也发不了了。谢谢我们家索儿叔叔的温暖办卡。哎，对方把我中炮揍了，啊，太可恶了，啊，没有嘚瑟的时候了。出车吧，啊。好，这个棋我方转成象位马，继续再进马，的一个想法啊，跃跃欲试，欢迎拓棋。啊，站外的是天天象棋转播的，夸自己还夸在点子上，必须的踩点这一点儿啊，这个夸自己，但必须得踩点儿。棋没学到多少，吹牛皮学到了，那也是学到了呀。
对方再这个棋上的话，再进击，你看啊，再揍啊，对方这个马废了啊，这个马没地儿走了啊，这个马废在这儿了，炮打过去。对方选择退车的话，那不就更废了吗？进马再次攻击啊，对方这个车废废废废，他只能进一步车把这个马送给我啊。退车没有棋会被我方进马攻击，这边来不了，这边来不了，只能提一步。哎，对方这个棋废废废废。吃。吃，吃！哎，一炮换双马，恭喜叫喜的贵子。欢迎胡萝卜。轻轻兵有道理，感谢帅的合不拢腿的荧光棒。哒哒哒哒，这个棋没有中炮了，没有中炮，我们这个棋要不过河个边兵吧？这个棋。打怎么弄死他呀？这个棋还有的走啊，这个棋还有的走啊，滚个边兵吧。他们成真大哥又回来了。白驹卡象眼，下一步小兵给他拱了，把对象给他灭了。同时看看能不能先白驹砍象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先拱他还是先吃他呢？这个棋呀，不用搭理他，对方啥棋没有，挠痒痒，先拱了吧。吃，挠痒痒来了，给我，哎，再吃，把对象给他灭了。小兵往下拱，往下拱，不用马都能把他拱死了，这个棋。他们家健将 plus， 哎，这一步进马把对方直接废掉了。那么在这个局面下，对方肯定是不敢吃我的啊。那我进马，对方只能动啊，要不就这个棋考虑一下进炮。对面如果进炮的话，我方这个棋把车一甩，哎，下一步进车，对方又难受了，整个棋已经打入敌军内部了。走得真好，谢谢小香哥的认可。觉得棋还不错的小哥，大家可以支持一下，用大棋666或火箭的方式支持小妹啊，超粉团的任务。